爸，即摆我总算是相信你甲阿姨两个人是真爱啊！我头一次看你牵手牵阿妈西阿妈西呢。你看恁爸实在是……哎呦，那开了大人大正啊，听做人爸爸的人，你是歹势啥啦？恁爸哦，就是恁阿姨哦，安尼甲牵条条，哦，偌舒服的了，我拢敢放。哪里恁大佬看啊？我先来开车，恁一下等我好。都停起啦！唔免啦，我脚长真紧。哎，他今晚拢无人啊，紧放手啦！搬伊落来搬几套，无必来得奖啦。啊，都讲无人啊，你是要搬伊有相看？拜托个，哎，这公用场所嘞，那停车场出出入入遐济人。万不利，若果你只火鸡母林公看到，伊就四界给你消遣了啦。来啦，看好条啊，较笑面的啊。魏子谦，这么多年啊，你是走去倒位啊？美国这么大，你一个人安尼无依无靠，日子是要安怎过啊？哎呦，哇，这嘛无你袂见人嘞吼！啊，你家己吼，莫甲认分的啦，哎，手只当了一分尔，你要啉伤济烧酒，拢发疯，我甲你讲。莫牵拖啦。怕人喝你的酒就直接说啊，是吧？啊，你在哭？会不会啊？我酒安放到哪去哭？哎，是吧？啊，你别惊啦，等下虽然哦，青面獠牙哦，但是哦，伊歹看面尔，话虽然嘴讲讲的尔，未真正对你安怎啦？哎啦，你放心啦，伊来安怎？无问题的啦。啊，恁两个真好打呢。但要恁爸面前哦，直接讲我的歹话啊！你卖鸡婆啊！等下，车继续。上啊！我当你是咧哭有啥啦？啊，无叫你还钱啊啦！啊，无安尼啦，迄杯烧酒卖甲你算钱啦吼，算我请你啦。你就当作无看到，唔就好啊。我也不是痴迷啊，哪有可能无看的啦？啊，你嘛怪趣味呢。顶摆我用刀要踮在你的面，甲你刻你，你惊到屁屁出都无咧哭啊！啊，你即马伫我家住好、食好，煞目屎流目屎滴。会借问哦，你迄早人头壳是拢咧想啥？你问遐济要创啥？对你来讲，我只是你的人情。等你若钱摕到手，我就无利用价值啦。你就莫浪费时间来关心我啦！免哪会用的啦！哎，即马你对我来讲是有20亿的价值呢。你是我的财神婆，我无关心你是要关心谁啦？谁让你咧伤心啦？甲你别讲，我替你出头啦！哈，恁袂知啊啦，是毋是？咱今日日小在饭店的时阵，迄、那个钱小三，迄只火鸡母宋林峰，知影讲咱两家要合作咧牙工，恁查某囝无替你讲话，你敢唔值？要庆幸了。你有讲过，咱也会当伫咧林家熬20亿，互你继续甲永兴集团的造镇计划。你趁钱，就要分人利给我。宋美华，你想超过啦！恁爸若未赚到钱，你先莫要甲提红利。你是通想讲我下你了你哦？无可能啦！我什么红利拢无爱，我刚想要拜托你替我做一件代志。啊，恁都较早讲的，你若卖阁甲我乌钱哦，啥物代志拢好处理啦。就算讲哦，庙里冤仇人。去见牙刷，一秒落地啊，拢无问题。
林子熙，不是啦，林子草啦。我跟你草泥马呢，叫你读册干读册啦。是林子倩啦。啊，你一看到咱查哪嘛？啊，伊跟你完全是隔偌大啦。哎、欸，你不能想讲我兄弟人专门在处理社会事呢，心怀手辣，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。但伊查哪，我是要。是我跟林国庆的查某囝，是我唯一的亲生查某囝。我离开的时阵，伊才五岁，十个月，过七天。夭寿这厉害，连几天你都会记哦。我是一个无负责任的妈妈啦。伫个伊上需要我的时阵，我就放伊一个人，做我离开，让伊孤孤单单。搁甲迄个恶毒的后母带做伙，到即马，我连伊生做啥款我拢唔知影。是。无怪哦，你也真伤心啦，来。啊，即马伊人在倒啦。因甲我讲，伊人伫个美国，佮讲伊过了真好。但佮因讲话态度安尼黄黄叶叶，我根本就无法度相信伊。我本来了准讲，佮子谦放伫个林家，会当受到较好个栽培，想袂到佮我所想完全拢无共款。连因的全家福相片内底拢无伊，所以你就是讲林家人在骂你，啊，你想要借用我林的，在美国替你找人啊？当然，你敢袂当答应我这个要求？啊，答应你。美国遐大条，人是绝对找有的啦，阿邓哦嘛绝对会答应的啦。嘿啦，所以连以后的饭拢往你讲去，就使人感动。哎，人咧食面，恁两个在边仔咧化妆，闪啊！啊，好啦好啦，我答应你啦。丹青甲伊妈妈明明拢真要紧对方，所以大家拢互相伤害。虽然讲我唔知影会当替因做啥物，啊，不过至少也试看卖啊。上，啊，无今摆你免开门啊。哎，我今日是欠钱要来还钱啊。不是的，看这个伞阁无办，应该是毛生啊，请阿丽来。行，啊，等下，真正是海钱呢，真个假？嗯，那是国干，我真个。今天刚给阮等下装笑，个精啊！你白人呢？这个是我因头囝婿啦，整了恁两个就整啊！你个证书办办的，那无你明仔就栽死。是。哎，歹势，我的物件敢拢还我。歹势，不客气嘞。歹势啦，啊，我那个员工哦，你难看那恰灵威风嘞，迄其实拢是破伊啊。迄种我好心哦，甲因倒贴小补助，因才有空给人做呢。啊，你有惊着？我无代志啊，有当。哈哈，安尼对，免客气啦，坐坐坐。我提杯仔来，倒酒你啉，好。多谢。啊，你来这要创啥？妈，我听丹青讲，这件果干是你上爱食的，我要来送你的。哇，
你甲看卖吼，咱这烟斗囝婿偌大心就好啦。连你爱食啥物件，你去调调呢？你好命呢！来来，我讲。啊，你若是来为着要替你妈妈讲话，安尼就免啦。我无可能会接受的。妈，你莫误会啦。啊，当当年我妈对你造成的伤害，我无资格，嘛无立场替伊讲话。我来是因为单亲。你为着单亲，和你妈妈剩一个嘴皮，甚至为着伊，甲你妈妈跪，这我拢有看到。我相信你对单亲是真心的，要不过你应该不是为着要甲我讲这個，才会过来的。我知影伫咧饭店休息室，伊的态度，互你真受伤。啊，不过请你相信，单亲绝对无违反阮妈的意思。日时妈就安尼离开，我知影伊现在真艰苦。虽然讲伊常常甲你起冲突，啊，不过伊还是真要紧你。只不过伊伫面头前哦。拢已经习惯了，会多强，不愿意表现出来。妈，敢会当卖甲伊生气啊？好啦，我知影啦。啊，干妈，阁有其他代志啊？我，妈，啊，这敢毋是阮大姐的名？啊，你拄仔毋是才搁咧问你亲戚怎样代志？啊！拄好咱咧烟斗囝婿伫了，直接问伊较紧啊嘛。等伊一看嘛，哪比林家迄几个老较老实，对无？嗯，自细汉大姊就出国去读册做小留学生啊。我可能会记着，伊伫咧读册时阵，甲一个老教授谈恋爱，可能是惊厝内底反对啦，后来甲厝内底就无联络啊。到底在那间厝内是受到什么款的待遇，才会汉细汉就被送去美国？我看你讲了也真简单啦，你应该对子倩的印象也不是真深哦。在我的印象，其实大姐个性跟妈就像的呢。看起来哦，无好亲近，啊，不过其实真善良，大姐嘛真照顾我。妈。其实除了这个事情，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要拜托你，希望你能答应我。对了，爸，当初我去找梅花阿姨的时候，伊有问大姐的事情。一定是顶届吼，伊看到全家福，啊顶头无子倩，才来还退款。我会记得爸讲，子倩姐人伫咧美国，对吧？是啦，阿你妈想要知影，即马阮大姊过了安怎？老实讲，迄个时阵我才国小尔，我嘛无啥物印象啊。敢若听讲，阮大姊哦，甲一个老教授大做伙，然后就无甲阮联络啊。这拢已经过去啊啦，啊子孙嘛甲你妈妈讲啊，这毋免阁讨论啊。啊，不过子倩姐是咱的亲人，伊安尼无消无息，大家拢袂烦恼。哪会袂啊？我阁亲身飞去美国找伊呢，已经找无人啊啦。伊若存心要闪避，我安怎找，拢是白了工的啊。啊，那妈你一个人去哦？爸还有阿妈咧？宋丹青啊，我你即摆是安怎？一直问，一直问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无你是怀疑我无去美国找子倩，还是你怀疑子倩失踪是我害的啊？